今日听到 Tommy 把声铃声嗌得响亮啊，点解咧吓？都未兴奋完毕。隔嗰几日都未兴奋完毕，系啊，咁我哋几个未兴奋完毕啦，包括有未兴奋完嘅呢个 Tommy 啦，有未兴奋完嘅 Yuki 啦，有未兴奋完嘅 Henry 啦，同埋我文杰嘅嗱，咁啊啱啱过去嘅周末嘅联赛啦，叫开早场啦，咁啊我哋嘅外队亚仙奴咧，咁啊作客咧，咁啊车路士嘅斯丹福桥咧，咁啊赢咗5-3啦，一场大手交易上落嘅一场球赛啦。嗱，其实好似讲到入到五球，好似好多咁，但其实对方都入咗我哋3个波噶吓。咁啊，车仔即系嗰日个表现嚟讲，就即系估唔到啊！佢哋啲后防似乎就个甩漏嘅毛病都几严重。阿 Yuki 好似你分析咗佢嘅原因，你嗰日同我讲。咁后防有两个都真系唔好滚咁多咯，你哋啲男人吓。即系话后防两个大滚有脚软，系嘛？嗰日又唔见你咁讲，我讲嘅时候又唔见你和应我嘅。啊，唔系所讲紧嘅咧，就系啱啱嗰日咧，礼拜六咧，亦都系我哋亚仙奴嘅亚洲官方球迷会啦，亦都搞咗个睇波嘅派对啦。哇，简直我谂系有生之年都真系未曾经历过一次嘅咁激烈嘅一个睇波嘅 party 啊！吓，即系嗰日我哋狂欢嘅气氛咧，简直好似暴动一样。啱系，我跳咗一张 sofa 度，我惊踩烂个酒吧张 sofa， 系咁。但唔理得咁多啦，大家一齐跳上去。系啦，咁或者唔系就算你唔系亚仙奴嘅球迷咧，咁啊应该都会觉得嗰场球赛其实嗰、那个即系入球嗰个进程啊，以及系嗰、那个即系嗰个跌宕嘅位置之间咧，那个时间性啊，那个紧凑嚟讲咧，的而且确系一场几扣人心弦嘅赛事嚟嘅。咁啊嗱，老实讲，阿仙奴嗰方面咧，我哋要赞嘅有几个人啦，特别系要提点嘅，即系唔好话云贝斯入咗三球呢、這个就唔使多讲噶啦。但系有一个无名英雄，我觉得系大家譬如呢场波赛后忽略咗多啲提起佢嘅，咁就系呢个后防嘅一个大佬人物啦，高斯以嚟，我觉得佢嗰日嗰场波，亦都系咁讲啊，基本上个数据上面佢100%清走晒任何晒波嘅，佢系。你可以睇到费仁道塞利斯啦、史道力治啦，同埋再换入嚟嘅卢卡古咧都。俾佢收死咗嘅，咁卢卡古冇得好讲啦，佢直情冇速度，我唔知点解波斯摆去打边，跟住费仁道塞利斯你基本上佢系入唔到禁区起脚，佢只系喺外围射波，即系我觉得后防系令到车路士前锋系冇搵唔到食嘅。嗱咁啊，不过咁讲，咁我哋亦都失咗3个波啊，咁有好多朋友都认为咧，头一二个波咧系又系梅迪萨卡啦，系咪可以避免得到咧？譬如话佢位置感好啲，又或者佢硬净少少嘅话，就唔会俾林柏特同埋呢个泰利射入。嗱，我自己个人睇法啦，譬如话第一球咧，点解大家即系话梅迪萨卡有问题？点解其实唔赞一赞？其实系。佢哋出波嘅馬特其實嗰個波斬得好靚嘅，我諗你俾啲即係任何中堅嘅話，面對住呢個左腳咁大斜角咁樣西埋嚟嘅一個長傳，好老實講，即係好多中堅都應付唔到嘅。同埋第二球咧，其實防守阿仙奴有少少甩漏咧，就係阿 Yuki 同我講翻，就係冇人手近處，即係門柱位，即係角球嘅時候咧，就以前就係即係離棄咗我哋嘅 A 哥同埋拿斯尼亞都係守住近處嘅。咁但係咧，琴日。即係嗰場波咧，就係正正就係冇人守住門柱。咁、如果有人守住門柱，覺得嗰球波可能就冇機會入啦。係，咁啊，另外要提一提嘅咧、就是，坦白講，就係上半場咧打得唔係話太出色嘅呢、這個安德魯山道士啦，呢、這個巴西嘅國家隊嘅左閘啦。咁啊，鎮守亞仙奴嘅左後防，其實有幾次都俾對手爆過嘅。咁啊，史道力治嗰啲啊，包括啦嚇，其實產生險象噶，即係直接構成威脅噶、喂，下半場 Henry 嚇、入咗波之後，好似兩回事咁啊！呢、這個人，即係佢佢會唔會係話，即係佢本身佢打防守性未必咁出色，但喺助攻方面去做啲波咧有聲有色咯，見到嚇、我自己咧就翻去睇咗上半場，我重睇咗一次，下半場我睇咗2次，因為下半場緊好睇啲啊嘛，再睇咗2次。咁我好留意翻山道士，咁佢咧基本上咧佢可能重身，佢俾人一擺咧，佢就通常都俾人過，特別係第一球馬達，佢一擺咧。佢就甩咗位，就俾馬達出咗入波。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就係咧，佢好聰明。佢係每一次咧上嚟助攻嘅時候咧，都係趁保新華甩咗位之後去殺上嚟。佢入2-2嗰球，佢就係保新華包咗埋中間，佢就係嗰一下殺上嚟。即係我覺得佢依樣嘢嘅助攻個頭腦，佢插個位個時間性係好準。即係亦都唔怪乎咧，其實喺巴西國內有好多所謂打後衞嘅球員，其實最先我諗巴西每一個人最先原本想踢波嘅話，都係想踢前鋒嘅。啱，冇錯。包括其實山道士正正山道士係一個前鋒嚟嘅，
左邊鋒嚟嘅，咁啊，只不過係可能即係呢個所謂你可能打前鋒又未必夠其他嘅攻擊球員增足嘅時候，慢慢你適應到可以俾你一個後移嘅位置又企得住腳嘅，咁啊 OK 咯，入埋巴西國家隊係嘛？咁嗰場波睇得到啦，我好同意 Tommy 所講，其實佢就係因為有個前鋒嘅因子喺度，佢先至可以偷啲時間咁準啊，或者助攻啊，好似永遠都好似可以好多空間俾佢去做嘢咁樣。其實呢個係亦都係一個頭腦上面嘅把握。不過我哋失第三球，其實佢都有少少因為佢嘅交失波咯，交失波啦，誤傳啦。咁呢個都係要即係賺之餘都有少少唔抵爭嘅呢個地方。嗱，咁另外咧，另外一位無名英雄咧，我就覺得係桑稚啦。我唔知點解一啲外國嘅網站甚至乎賽後球員評分 Henry 啊嚇，都評佢個分數，譬如話係十分滿分都係六分啊，六點五咁樣樣。在我心目中，他有八分嘅，起碼差不多啦。因為本身我就幾中意桑稚嘅，本身我就好中意桑稚。波三近呢兩季都有桑稚個名。咁見到佢今場波失第三球波嗰時候，係差唔多啊，都瞓到個波啦。即係佢係講盡力發，見得到係好有質素噶嘛。嗯即係佢咁拼勁嘅精神咧，睇得幾好。呢場波係好多波，佢回咗後，包包後邊啲波又做咗前邊，中間又做咗啲攻勢出嚟。咁佢本身係佢係。誒睇好好，但可能啦、啊，主要話攞曬啲分啊，雲佩斯，又或者高斯尼攞曬啲分啦、啊，咁而忽略咗一啲中場嘅無名英雄咯。係咯，即係呢個，所以咪特別喺呢個球迷天地嗰度，用我哋球迷嘅身份提翻大家咯。其實失翻嘅第三球，馬達尼射得好靚個世界波，但係你睇到個鏡頭，如果桑稚真係再快多半秒嘅話，哇！可能已經鏟走咗個波噶啦。係咁啊，呢個即係有時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啊！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其實阿仙奴近呢幾年嚟講咧，係一支咧，我諗全英超乃至到係全世界嘅所謂嘅名牌勁旅當中咧，真係最有戲劇性嘅一隊波嚟嘅。啱，冇錯，我都覺得係。無論你歐冠你對巴塞啦，上年嗰場，我諗都係一個經典嚟嘅、啊，即係反勝巴塞。我真的未想過巴塞是可以被人反勝的。或者啲球迷話：哦，你贏了一場巴塞啫，咁不代表咩啦？嗱，可以咁講啊。嗱，我哋講啲失利的啦。嗱，你哋好中意聽我哋講。我輸二比八嗰陣時情況下，輸二比八啦，咪又或者去界的時候啦，聯賽杯決賽咁樣輸法啦，又或者是聯賽對西布朗啦，即係點樣呢個史基拿斯又即係又同啊呢個艾蒙尼亞之間個誤會啊咁樣樣啊，輸咗俾西布朗啊，咁即係呢啲。我覺得咧，認為係可以即係提供咗好多茶餘飯後啲球迷談論嘅話題嘅，正正都係嚟自阿仙奴啦。呢啲唔係阿 Q 精神，唔係跌落地揦翻扎沙，而係的而且確，你好難揾到第二隊波去同樣有咁多呢啲即係戲劇性嘅話題啦嚇、啊，即係唔好話嗰啲泰利啊、A 高嗰啲，或者係其他嘅球員有啲私生活不檢點，即係唔好計呢啲，即係而係話即係純正嘅一間球會在比賽上面過程有一個跌宕性，我想阿仙奴都只係手屈一指嘅啫。咁另外要講嘅咧就係咧，嗱呢場波咧叫做係我哋作客贏嘅第一場波，即係咁貴聯賽上面。嗱、其實我哋而家如果計翻純粹英超咁多支球隊嘅作客分數咧，我哋仲係排尾三尾四嘅啫。嗱、所以咧我哋即係兵工廠仍然要繼續努力嘅。咁呢方面即係唔值得話，即係唔值得自滿嚇，唔值得話哇咩咩咩。而係咧個實際個分數上面顯示出嚟咧，嗱我哋就係負數嘅得失球啦。咁作客個成績，我睇過都係排尾四、尾五左右嘅啫，即係未係嗰啲我哋所謂勁旅級嘅應該有嘅表現嚟嘅。但慢慢啦，我覺得呢場波因為作客贏咗隊咁強嘅球隊咧，喺個士氣上面真係好大幫助。其實咧，我翻去睇完車路士咧，其實我有少少想講逼科嗰個情況。咁車路士咧，我睇咁多年，即係由混入主咗啦。基本上對親車路士對親我哋咧，都係打一個穩守突擊嘅。係波亞斯嚟咗之後咧，佢就打主攻。咁所以先至，如果比以前係摩連奴或者係就算係就一兩個領隊啦，佢哋贏咗波之後一定係縮嘅。安切洛蒂係安切洛蒂都係會打穩守突擊。咁其實如果當其時真係上半場二比一之後，波亞斯翻落去，佢唔同我哋鬥攻嘅話，其實係唔會有個五比三嘅比數出現。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亦都引證咗。邊個夠膽同阿仙奴對攻嘅話其實係冇乜著數。要贏阿仙奴咧，你只係穩守突擊。所以今晚馬賽咧，究竟佢守咧定係攻咧，其實佢都好大問題。咁所以印證到，我覺得十二月我哋對曼城嘅話咧，曼城一定攻。我想呢場波咧都係大手雞。嗱，咁你話對曼城咧，其實好可能喺大半個月嘅時間裏面已經要對兩次，因為計埋聯賽杯嘅八強抽籤咧，英國聯賽杯嘅嚟緊個 round 就喺十一月底。
咁如果你計落去嘅話咧，就係話會出現一個即係先打完聯賽杯，就再打呢個聯賽嘅，又係對曼城嘅。咁我覺得而家阿仙奴都係啦，冇得諗噶啦。你無論你話嗰啲以往聯賽杯，而家都唔係杯仔嚟噶啦嚇，太多對爭，兵家必爭之地嚟嘅聯賽杯，而家分分鐘緊要過季尾嘅足總杯添，真係好老實講。因為足總杯臨尾可能啲勁旅有其他嘢爭，反而可能會唔要嚇。咁樣我覺得而家每一場波都要盡力去贏嘅。咁嗱，講翻今晚咧，近少少嗰場啦，對住馬賽嘅歐聯賽事，我覺得應該謹慎地攞咗三分。如果攞三分嘅話，係出到線嘅啦，喺數字上已經係嚇。即係話因為後邊嗰啲球隊都應該過唔到，即係話理論上今晚攞足三分，而攞十分嘅話咧，馬賽得六分噶嘛，依然咁啊。另外就嗰邊又三分一分咁。anyway 唔好理啦，嗰邊都因為嚟緊做最後兩彎咧，佢點都過唔到我哋噶啦。特別係我覺得，如果係嗱，因為兩場波同時間舉行啊，我覺得反而係奧林比亞高斯對多蒙特嗰邊嘅戰況咧，可能會睇住呢邊嚟睇踢嘅。即係如果即係馬賽真係輸嘅話咧，或者即係感覺到個比數已經係落後得太多，二比零、三比零嘅話咧，即係奧林比亞高斯可能嗰邊都會影響到佢哋嗰個發揮嘅。哦，會咁一定會啦。如果嗰邊譬如再贏嘅話，就同分嘅啦嘛。同分嘅啦嘛，咁佢機會出線啊嘛。咁多蒙特亦有機會都會搏嘅，因為本多蒙特你話之前話放棄啫，但係問題話如果多蒙特佢即係今晚贏埋，再贏埋馬賽嘅話，佢亦都要上翻嚟，有機會爭翻一個歐聯即係次席出線嘅席位咯。好，問一問阿 Yuki 先。咁啊嚟緊啦，今晚嘅賽事啦，你覺得華美倫啦嚇，好似勝傳又會擺翻佢打正選喎，咁即係抽走邊個咧？抽走、啊、上個禮拜我問過你呢個問題，我再問多你一次。抽走梅迪薩卡咯。嗯，點解咁睇嘅？你又會？始終我覺得梅迪薩卡可能都要休息一下啦，即係見佢身長腳長又走得咁吃力咁樣。咁你唔叫我休息一下，我都叫你帶住嘅咧。今集係咪？我夠身長腳長啦。唔同係嘛？唔同嘅，但我驚。即係華美倫好似真係文員，而家好玻璃下，即係我驚上一場佢都無啦啦抽筋啦，係咪先？嚇到我哋個個都哇，即刻 check 下係咪又傷幾個禮拜啊！但係所以我覺得其實華美倫都係幾危險，即係其實我真係要加粗啲，同埋不過而家個醫療而家好咗咁多，咁都唔係咁。都話咗咧，我哋有個新嘅醫療中心啊嘛，咁啊同埋咧愈賽愈粗都要嘅，有陣時你一味粗唔俾佢落場或者唔俾佢上陣嘅話，都係反效果嘅啫，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中堅有個競爭性都好嘅，即係而家話傳聞話高路托尼都咩啦？咁夠競爭咧、啊，咁樣。我覺得未必真的會回來，我不是很相信這個傳聞。雖然是，現在假設如果他回來的話，會產生什麼效果？我想後防托尼來到，我都覺得他未必有位踢。但不是，但很多的競爭性，我都會是，就是說你班球員之間，你說不可以說有必然正選的情況出現，那大家的競爭性自然有進步。其實我覺得托尼其實上他精神領袖，但會喺個精神領袖帶到呢隊波嘅嘢咧？我而家唔會俾佢做翻呢個領袖嘅。同埋你尤其是你睇翻上季曼城托尼，我其實覺得唔係太好。所以點解今年文仙尼都跌出翻嚟去冇正選打咧？其實係有少少原因。係，絕對係。佢個狀態操唔翻。係啊，所以我唔覺得即係而家喺嚟講，我覺得哥斯尼、華美倫、梅利塞卡三個都會喺佢之上。即係我只會咁樣睇三個去之上，所以我唔覺得佢嚟到，即係雲家仲要擺一個球員翻嚟，即係除非你真係夠價，但係我覺得無需要，我唔會將呢個名額將依筆錢去買一個中堅咯。啊，同埋如果要叫翻嚟嗰個價錢都唔會太平啦。係啊，所以覺得唔會用一嚿錢去再買一個中堅翻嚟咯，即係你寧願可能買前鋒或者左右兩邊閘，都我唔會再喐中堅個位咯。而家中堅哥斯尼八面玲瓏，我諗。你睇翻而家，就算你曼聯，費迪南已經退咗落嚟啦，即係跌曬波啦。冇噶啦，嗰場波都冇正選啦，係。係啦，咁你係啊睇翻就算係維迪，我覺得已經比上兩季係跌咗噶啦。咁其實我講緊哥斯尼，而家我諗喺英超喺即係，我覺得係五大中堅之一嚟噶啦。其實哥斯尼又係好特別咁講，之前我都話早上季我都係咁馬馬叉叉話，哇都唔識踢嘅。咁結果今年市。就真係佢係進步咗，喂，一來啦，可能適應啦，適應咗啦，同埋二來可能對住啲歐陸式踢法，譬如歐聯啊，或者對住頭嗰幾隊波咧，都係踢啲斯文少少嘅波啦，即係唔係話緊迫性踢法咧，佢幫助會好大咯。咁呢樣嘢係一個優點嚟咯。
系咯，适应埋英超就两个赛场两线个发挥都好啦。好啦，咁今日嘅亚仙奴球迷天地又嚟到依一度啦吓。喂 ，Tommy， 即系既然上一次嘅我哋呢个睇波派对搞得咁开心，我记得嗰日完咗场之后，有好多球迷都问：喂，几时搞一次啊？系咪一个月搞一次啊？或者搞两次、啊？下次唔好啦，你讲明系几时先咁样。這个我真系要再研究一下。最可能应该系会对爱华顿12月。头上中段咗一场十二月，同埋曼城嗰场作客咧就系星期日嘅凌晨嚟嘅，即系星期一嘅凌晨啦。咁就可能第二日要翻工啦。但系我相信我自己都会出嚟睇，因为曼城我都讲，阿仙奴同即系边一队波同阿仙奴斗攻咧，都系会好精彩嘅。系啦，即系亦都死得好惨啦，就如车路士一样，即系好惨啊！你死得真。我谂有啲球迷即刻反驳你话边队死得惨啲啊？咁啊吓。边队咁睇过咪知咯，因为我觉得曼城嘅后防唔系真系咁稳，同埋曼城系打一个人嘅啫，我觉得系打大卫斯华，咁呢个系真系一个神级嘅高手啊！即系成队曼城系围住佢嚟砌嘅而家，咁如果万一大卫斯华系有啲伤患或者咩咧，咁其实曼城又有机会跌落咯。好啦，咁啊，节目今日呢个球迷天地嘅时间又嚟到呢一度啊。总而言之咧，而家冇得谂噶啦，应该要审慎地、谨慎地打好每一场波，每一场波都赢咧，重新建立翻兵工厂一个连胜嘅信心，先为之最紧要。好，节目时间又嚟到呢一度啦。今晚打老虎啊！今晚打老虎啊嘛。好，球迷天地嚟到呢度，拜拜。拜拜。